这次我们新商品瞬效面膜，只要敷15分钟，可以达到最快速的效果。因为它里面呢有光流原液跟红宝石的成分，所以可以让你的肌肤非常的保湿，很提亮。在工作上呢，我常碰到就是说，每个人肌肤都非常的敏感跟干燥，所以呢才会去研发出瞬效面膜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好的效果。因为每个艺人呢都想要呈现出最完美的妆容，我在帮艺人使用的时候呢，敷完脸之后可以马上化妆，因为它不起屑屑，而且它一片面膜等于是一罐精华液的效果。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工作都非常的紧凑跟短暂，还有非常的高压。一般我在画艺人的时候呢，因为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好的效果，而且因为艺人的肤质状况有时候也会比较不稳定，有时候会比较敏感性的肌肤比较就是没有保湿，才会去研发出瞬效面膜出来。如果你最近的肤质比较不稳定，也比较敏感的话，我郑重的推荐你试试我们的瞬效面膜，你会爱上它。